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我的来玩这一款《Terra 哈天选者》。好，那游戏的话会在8月1号的23:59结束 CBT 啊。然后有一些问卷可以参加，然后可以抽奖。我应该是不会参加啦，从来不参加的。什么抽 iPhone 啊，抽买 car 啊之类的。现在应该只是送一些点数吧，买 car 150点之类的啦，还没有到抽 iPhone。好，我们就接着上一期玩吧。这个游戏是我玩的第四天，但是因为我是半夜玩，所以第一天没有玩到，半夜算半夜。OK， 好像没有人了，半夜时间了，现在时间一点多，礼拜一，大家都要上班了。Blue Monday 啊 ，Blue Monday。已经很久没有那种 Blue Monday 的心情。好。Turbo 一下好了，好，我们要消灭这些盗贼团，又是一个副本。这个游戏大部分都是副本为主。哎呦，怎么突然有一个击退魔像？虽然你的技能很多一些 combo 啊什么的，因为那个石像有点 bug， 就完全没有回馈感，好像在打石头一样。好，圣女释放法术。突然间锯齿很明显NPC 我32勇觉得玩起来不是那么顺，就是尤其是开游戏的时候有点卡，有时候又开不起来，所以到时候如果你想玩的话，我建议就用64吧。 NPC 好像画质没有到很好。有没有？就是会比较模糊。Would you believe in my revelation? Well, not a fraud, I suppose. Kyra, as you see, Halisa's revelations are all true. So for the sake of Nyad, please help Halisa to be granted a meeting with His Majesty. I believe Kyra must have realized. 可能到时候也可以选择语音，也不一定。According to the plan, I should meet His Majesty first.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语音可以选好了，可能没有吧，有的话我早就选了。好，完成任务。这个游戏就是进入副本型玩法，所以这个地图上怪没有很多，我觉得都只是接任务而已了。自动装备，
物语属性，终于要教我们啊，按错了，终于要教我们如何提升，但是我按错了，看到他把它点掉，不会赋予属性，糟糕，只是没有装备了。好了，没事没事。安探的金币有，我来看一下刚刚说那个赋予属性有可能在哪里啊？看不出啊。我们先看看有没有语音吧。没有啊，就没有啊，没有那个中文、英文、日文、韩文，没有，就是预设英文。好吧，韩文我们也听不懂。然后武器的部分，我来研究一下，研究完跟大家说，因为刚刚教学被我换掉了。我来试试看，我先换职业好了。哦，先换职业一下，然后我现在用这把弓嘛，对不对？他一的意思是说，其实我已经装备，只是我换职业，他就瞬间自己换。然后刚刚说有拿到这个箱子，这个箱子可以精工武器，所以我可以精工这把弓喽。我要选一下，我要选一下，我来试一下哦，加一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确认。确认一下，这样应该就可以变成精工了吧？我猜啦。哦，是这样吗？反正就先换吧。战力加一些。好吧，就这样吧。然后刚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效果技能，有没有什么教学？重来看一下。跳过教学的话怎么办嘞？染色是染色了吗？不是，是染色剂。我没有染色剂，是改变武器的颜色吗？反正没有嘛，我没有。解除，全部解除。专门技术，加工。我来找一下吧，我来找一下，找一下，在这里是强化刻印，好像没有。然后圆冷，强化圆冷消耗这个金币是不是？选择强化材料，然后把它强化过来，是不是？欸，我不知道，有可能哦，有可能。我先换职业好了，比如说我换这个，然后这边有这个强化嘛，先看猿人怎么样。选择强化，我们现在有一把没用的弓嘛。白弓是不是？白色的弓，为什么有两把？可是它需要很多东西耶。一般其他嘛，我们现在有白色、绿色、蓝色、紫色、橙色。然后如果要升的话，需要还需要其他的。弓的话应该可以再吃吧。高级然后强化，猿人级别2，
原能级别可以干嘛？好像是额外那个强化的感觉，就是让你这个属性强化吧。那属性嘞？赋予属性，刚刚应该是这个吧？是不是？我需要这个资源，我好像没有。我有这个东西，不知道叫什么，一个紫色的东西。这边有一些属性。就是洗属性是不是？然后你看一到多少，它有个 random 啊，有个随机，可以去赋予这个属性，然后可以继承是不是？就怕你那个属性没洗好的话，可以继承。好，这个洗一下。哦，有多了防御力什么的，然后复原、扩充应该是确认吧。就这两个变这两个，好，大概是这样吧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继续吧。刚刚那个胶水我就跳过啦，只能自己猜是哪一个。直接到目标。你这么请来，现在路上已经没人了，没有人在测试游戏广告不够凶哎、欸，只有我知道要玩嘛。频道上看的人也没有说很多、喔，目前搜索这个山寨乌鸦基地、啊，搜索不是打过来、啊，到达目的地搜索，还是要消灭啊。目前没有自动，真的目前没有自动。就很奇怪，是目前就没有自动。我觉得这游戏的雷达没那么好用。它锁怪、找怪没那么好找，然后怪也不多。尸体的话，会告诉我，想奇怪什么意思，找到尸体。真的很花时间欸，死掉之后还会显示尸体，怪太少了啦！这怪怎么那么少啊？跟随脚印哦，我们要跟随脚印是不是？想说怪怎么那么少啊？好吧，这个游戏我觉得普攻好像不太需要。快死掉了！放大招，要我的精力。这个我很难想象，到时候如果人很多的时候怎么办？大家一直抢过来，我几人我一直抢过来。好，最后一只。好，很屌，救出被抓住的少年。就他没有一个比较详细的地图，就只有一个雷达图。我不知道雷达图有没有改。你看，
该觉得没差吧？啊，这是个人副本，对，这是个人副本，所以怪少没差。先见一下刚刚的说法，就是怪比较少是 OK 的啦，因为根本就没有人跟你抢怪啊。单人副本，这边有一个中断任务。好，猎人山寨。所以 OK 的 ，OK 的，获得武器特性分数。哎、欸，有人走过去，以为没人。豪塞雷呀、啊，豪塞雷，塞雷，只会讲这句。我们来看一下、喔，这有差吗？双剑爪、喔，我现在应该是双剑啦。哦、喔，我们应该选双剑。然后它应该是有那个纸娃娃系统啊，就是你换衣服之后，你看形象就改变了，有没有？我们现在玩起来就皮纸的那种感觉。还可以，还可以，主角的质量比较高啊， NPC 就感觉还好哦。NPC 在这个环境下是还好，可是每次剧情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为什么要剧情的时候变得整个虚幻模糊？哇，战力不足哎、欸，那怎么办？他说战力不足啊。主线的话会有一个战力要求，那你就做个支线任务吧。是不是？可不可以开自动？抓过来！怎么没有抓过来？死掉了哦，死掉了！想说怎么没有拽过来？我需要自动战斗啊！我就技能一二零用啊，那也行啊，反正就换职业嘛。他需要战斗力耶、欸，这个战斗力，我现在战斗力才2900啊，有的练。哦，那我这个战力又更低耶、欸。因为我那个，我现在其实有换武器，这把是绿弓啊，然后刚刚那个是蓝色的双刀，好，完成了，完成可以怎样？有获得经验值啊，这样跟我们战力没什么帮助哎。好，哈比。那就要研究怎么弄战力啊，这个游戏要怎么弄战力啊。成长称号套装效果。他点这个 2906。这边有很多支线任务，还有每日任务要做啊。看一下这个资源是干嘛的啊？白金货币，然后这是魔力根源，代替武器作为哦，
我们刚是用武器去猿人强化嘛，那你就要来做这个吧，做这些任务啊。比如说我来做一下，强化一下，看看可以加多少战力。这个你大概玩两个小时左右就会到这边吧，如果认真玩的话，因为我是第四天嘛。太酷了，他血好多、哦。我们这边不是要来打怪，我们这边是要来那个都、欸、要打怪哦。打五只怪，收集兵还不一定，还不一定有哎、欸。对啊，不一定有哎、欸。有啊，乌鸦海岸监视兵，哇，有点难，有点难。我想办法把这个解了看看。这么远，这技能枪比较好用。好，完成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我升级了嘛，对不对？战力刚刚2900吧，然后升了一点点，但是我们升到4200，然后获得碎片。然后有了碎片来强化看看，猿人这边有其他吧 ？Max， 这边也有 Max， 好像没成功，是不是？觉得才二阶哦，这个加多吗？加32而已啊，有个少的啊。那是不是武器的部分要变，想办法变强？染色，不然你很难达到这个4200哎、欸，这个战力要求啊。技能嘞？竟然他这边就没有强化的东西呀、啊，好像没有强化的东西耶、欸。我来找一下什么可以加战力好一点的地方，可能没有，但是我试试看，我来找找看。我刚点的这边啊，武器强化这边，好像可以什么强化武器的那个什么东西的。
先不管这些好了。刚刚那个我得找一下，我来找一下。好，我刚刚看一下是这个特质啊，特质这边有武器特性、专门特性，然后有点数吧，是不是？攻击、贯穿力、暴击命中，啊，这边有15点，是不是？可以取消是不是？我现在有15点可以分配，而且可以自由分配。哦，这个天才性，其实这边也是要加属性啊。加战力加比较多，加100多，这边也可以加战力，有点像是有点。他是说像是，他是说特质，我觉得有点像他的那个天赋系统吧，有点像以前玩那个有些游戏会有三种天赋让你去点，他会使用这个分数，他点数我现在15点，你也可以初始化，战力掉300，我这加比较多诶、欸、196 98，好像死的话是最大，你可以去微调吧。哦，你可以自己微调，你这边可以自己微调。196啊，好像都196哎、欸。好吧，先这样吧。哦，这边又加100多。为什么我的键盘会跑出来啊？把它隐藏一下。好，就是我们现在被要求说战力要4200嘛，那要么就是从角色 自身去找去强化，不然就是从武器防具去熏笼。那武器防具的话，武器它好像可以自己做东西，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做装备啊。不然就是你要去接任务练等，我现在等级应该不高吧，14级而已。因为很多人MMO会锁等嘛，它是锁战力，不让你接主线，那就要了解这个每日任务啊，或者支线任务，一大堆支线任务嘛，对不对？就先解一解啊，看怎么样，然后再把这些东西，我是说，如果你是跟我一样第一次玩的，就是方向是这样，就是把这些东西一个一个看过。好，比如说金银卡里面弄一弄，也可以加战力嘛，明显啊。啊，他好像不能练啊，可能就是要抽卡、啊。这游戏抽卡的人没教我们叫抽卡、啊。哦，我还不会抽卡、啊。抽卡在哪里啊？货币。这个要研究一下抽卡在哪里。因为你有这个钻石就是要抽卡。活动。这个真的没有教我们抽卡、哦。他这边也没有做装备吧？然后都是做一些杂物，是不是？哎，有宝箱哎、欸，宝箱是干嘛的？好吧，先这样吧。所以说，新手玩到这边可能就会卡关，卡住，你就要开始研究整个系统。至少是不是有点卡住嘛？就要花时间玩了，就要花时间研究怎么加战力啊，怎么弄啊？像这个技能怎么升级，我都搞不清楚了。它没有显示技能等级啊，这游戏没有说，目前为止没有说。
而且装备什么都只有武器哈，没有打到打怪都不会给装备，奇怪。只有解任务给我们这个嘛，刚刚给我们这个刻印是不是？刻印，刻印，刻印，刻印。哦，刻印要吃掉是不是？选择装备，然后赋予刻印。未吸的哇，需要这些材料啊！哦，需要这些材料。好吧，它跟很多 MMO 不太一样 ，MMO 都加一加二加三，一直强化，一直强化都不一样，完全没有。然后自己的玩法，而且武器不行，武器是蓝色，那装备才有，装备也不一定全部都有刻印诶，这个才有刻印。哦，好，时间关系先玩到这边吧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公测了，可能是好几个月后。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！如果将来你要玩这个游戏，已经确定想玩的话，你又还没开服，可能你会看到这个影片吧。好，目前大概是这样。对，比较尴尬，我的滚轮很烂，我的滚轮很烂，滑鼠滚轮很烂，就是我要上它会下，我要下它会上。天哪！修一下，修一下，我马上修一下。好了，修好了，就把它滑一滑，弄一弄，暂时好而已。那就先这样喽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看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有下期吗？公测会见，大家拜拜喽。